知道，粉丝这下次一定你都知道，嗯，这么厉害。我这个门要拉着它才能开。我日。我家有毒气，兄弟们，我家有毒气，我家好浓的螺蛳粉的味道，嗯，好臭啊，好臭。展示一下我今天的战绩，汤臭汤臭的，怎么那么臭啊？我没洗锅，对，我做的是 loft 啊，我不能开窗，我怕我开窗的话，那个流浪猫就跑我家里来了。我现在稍微开一下吧，等会再关，我怕我忘关了。我住的楼层太低了，我住的楼层太低了，我住的楼层太低了，然后那个猫会从那个阳台那里爬到我家来。复式就是只有一个窗户啊，二楼有没有窗户的？哎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加油，那也不跟我在一起，他回家了。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回家了，说话没有延迟。你们是不是没有延迟了？欢迎 Gavin。看房，别了吧！我一个女孩子的闺房，怎么可以让你们看呢？我害羞。嗯，我今天终于有沐浴露了。买了一个，没有买白桃味的，买了一个保湿的。嗯，万一出现个男人，有男人吗？哎，有男人吗？给我一个男人。都有吧。既是事故也是故事。要男人吗？给个男人给我吧。要男人吗？有没有男人？我回家干嘛？我回家还有为什么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当然可以回。没人理我耶。我刚刚叫了，没人理我。
给我发个位置，我去找你。不好吧？你老婆知道了怎么办？被你老婆知道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屈臣氏的袋子好，这屈臣氏袋子好好酷炫啊！你们看，不是他在，这屈臣氏的袋子它好亮啊！这些等双十一网上买，我着急用，我已经2天没有用沐浴露洗澡了，我说出来不怕丢人。然后这个洗头发的，我就买一瓶，然后放在那个理发店嘛，因为他每次就是给我洗头就问我你有没有洗发水在这儿，我说没有，然后他就想给我推荐他们店里，然后我又不想用，然后用普通洗发水我也不想用。对，我在自己家，普通洗发水我也不太想用，所以我就买一瓶吧。不过这个也不贵，这个才59块钱一瓶，铝那瓶洗发水要108，是2倍的价格。就是咱就是说本着勤俭持家的作风，优良作风，所以我买了一个59块钱一瓶的洗发水。多芬陈德福，多芬，它就是泡泡的，给你们。这挤出来是泡泡，看见没？我回家睡觉，我回家玩。一天0块钱才20，买不起这么贵的咋办？那你别来找我，连瓶沐浴露都买不起，都不能给买不起给我，那你来找我干嘛？你看看多福是不是？就一点区别都没有吗？就是完全一样吗？一点区别都没有吗？我去把它放一下。我家里面其实还有一瓶洗发水，但是我买了好久了，飘柔的，我一直都没有用，因为我一直都在理发店洗的头。为什么飘柔的洗发水那么便宜啊？飘柔的洗发水好像才10几块钱，小的好像只要9块9。没有在家洗过头，然后我的洗发水在家里面基本上就是浪费的。中学时代喜欢用，主要是口味不是香味，不是口味是香味。那我给和尚用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哎，不是有一个那个洗发水的广告吗？看对面的女孩，什么什么那个，看对面的帅哥，清爽清新有型，看对面的。那个广告词怎么说的？有飘影更自信。我搜一下那个广告词。
是那个啫喱水。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，看帅哥的发型清新有型，跳引清新啫喱水，清新自然有飘逸更自信。我觉得以前的广告词都好傻啊。清扬配零食，男性成功男性的标配吗？欢迎韩风哥，欢迎牛牛。你也用的清扬，男士洗发水，防止脱那个什么头皮屑的是吧？暴露年龄的广告词，老了老了老了，老了呀，不得不服老呀，咱就是说。霸王防脱不是那个了吗？现在还有霸王防脱吗？看我买了个杯子。好看吗？牛牛，你卡吗？牛牛，是又卡掉了吗？小猪佩奇的，这个杯子是不是特别适合喝酒？我受不了了，我旁边垃圾桶螺蛳粉的味道好大呀！我在那吃饭，那个小孩子他一直盯着我的零食看，他跟他妈妈说想吃，然后我就送了他一个果冻，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小孩，然后他妈妈又让我给了一个小东西。给你们尝一下这个5+2套餐，看看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哦。适合喝白的。啤的不行吗？我不会喝白酒啊。这什么呀？谢谢牛牛的经济糖果，
我这是5+2。这怎么是硬的呀？这可乐，可乐，这是硬的，硬邦邦的。可乐味道好吃，浏览器有声音没画面，怎么又是这样的情况啊？是你电脑的问题吧？快去找空白哥。为什么喜欢 Loft？ 因为 Loft， 因为 Loft 上面是房间，下面是客厅，空间比较宽裕，住的比较舒服。看别人是好的，就看我不行吗？就看我不行啊！感谢机智鹏的幸运券。哎，我要下播了，不播，洗洗早点睡，我困了，我下播啦，我下播了。兄弟们，明天见哦，明天上午见，我上午10点，上午10点见，拜拜牛牛，拜拜表哥，拜拜墨叔，拜拜芝芝，拜拜粉丝，拜拜大家晚安，晚安晚安，谢谢陪伴，谢谢你们的陪伴，大家早点休息哦。这个爱心真的很好看，墨书好严重的延迟，拜拜，下了。